小朋友们早安，我是文妮老师。我们已经写完我们上学期的笔顺了，今天文妮老师要跟你们一起进行部首游戏。首先，文妮老师会出三个字，接着询问小朋友这三个字的部首是什么。老师会让你有五秒钟的时间想一想，想好了请把部首写下来，看你有没有答对。我们一共有五组，每一组都有三个字哦。完成后请爸爸妈妈帮你把部首挑战卡拍照传给老师哦。准备好了我们就开始吧。好，我们先从第一组字开始。开始之前我们先来复习这一些字。美美，乙乙，扫扫。好，我们从梅开始。请问梅，没有的梅，它的部首是什么呢？你们有答对吗？是三点水，三点水。好，到椅，椅子的椅，椅子的椅，请问它的部首是什么呢？它的部首是木字旁，木字旁。 OK， 到扫，扫地的扫，请问你们是用手还是用脚扫地呢？如果是手的话，请问它是什么部首呢？对了，是提手旁，提手旁。好，你们很棒哦。我们继续到下一组吧，第二组。好，我们现在来看看我们的第二组字。板板，打打，给给。好，我们先从木板的板开始，请问它是什么部首呢？对，是木字旁，木字旁。请问你们有答对吗？嗯，好，我们继续到答，回答的答，回答的答，请问它的部首是什么呢？哦，它的部首是竹字头，竹字头。小朋友们，你们答对了吗？现在到给，给，请问给的部首是什么呢？答对了，是绞丝旁，绞丝旁。哇，你们都很棒哦。我们现在进行到我们的第三组字，大家要继续加油哦。好，第一个字是他，他，中，中，听，听。好，我们要开始咯，我们先从他开始，请问他的部首是什么呢？对，是女字旁，女字旁。很好，那我们继续到钟，钟，闹钟的钟，请问钟的部首是什么呢？是金字旁，金字旁。好，现在到听，听，请问听的部首又是什么呢？对，是口字旁，口字旁。 OK， 我们现在进行到了我们的第四组，我们来复习这一些字。拖，拖，绳，绳，回，回。好，我们先从拖开始，请问
拖的部首是什么呢？答对了，是提手旁，提手旁。好，现在到神，什么的神，请问它的部首是什么呢？请问你们有答对吗？对，是单人旁，单人旁。可是呢，有时候我们也会叫它单立人，单立人，他们都是一样的哦。好，到回，回，回家的回，请问它的部首是什么呢？有没有人说是口字旁？口字旁是在旁边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个不是口字旁哦。答对了，是国字框，国字框。哇，你们太棒了！我们现在要进行到我们的最后一组了。好，我们要开始我们的第五组字了。你们真的很棒哦，我们都来到最后一组了。我们先来复习这一些字。猴，猴，快，快，闹，闹。好，那我们先从猴开始。猴子的猴，请问它的部首是什么呢？你们有答对吗？是反犬旁，反犬旁。很好，那现在到快，快，请问快的部首是什么呢？答对了，是竖心旁，竖心旁。哇，我们到最后一个字咯，闹，闹，闹钟的闹，请问它的部首是什么呢？嗯，是门字框，门字框。哇，你们都非常非常的棒，你们平时都有在认真听老师说的哦。好，我们现在来复习这一些字哦。梅，梅，乙，乙，扫，扫，板，板，打，打，给，给，听，听，中，中，他，他，闹，闹，吼，吼，回，回，神，神，拖，拖，快，快。小朋友，我们今天的游戏就到这里哦，我们下次见。